大家好，我庆，我将用难民接近萌新的配置，教学打通这赛季回忆之旅困难模式所有关卡，所使用的家族给各位展示一波，可以说非常低配。所使用的植物而言，不考虑山竹、冰龙获取偏晚偏少的，以及不考虑高星才能拿到植物，比如地能花菜、贝蕾。神器方面，使用最基础获得的头冠和治愈，头冠神器在神器侠花中稳定获取哟，祝各位早日过关哟。